大家享唔享受收睇 My Radio 嘅节目呢？查实 My Radio 嘅营运系有赖大家嘅鼎力支持嘅，请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嘅月费计划，付费支持自由发声，记得交月费啦！大家可以以 PayMe、PayPal、Patreon 又或者转数快交月费，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。付费支持自由发声，请支持 My Radio。玉敏踩场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嗱，喺2021年3月17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同二读嘅呢一条所谓2021年公职括弧参选及任职括弧杂项修订条例草案咧，梗系通过啦，系咪？因为嗰个立法会系临时立法会咁啊，全部建制派噶嘛，系咪？亦都唔会有人去抗争拉布，系咪？咁跟住就刊宪，系咪？咁喺呢一个条例通过咗之后咧，呢个林郑月娥咧就公开即系解釋呢條條例啦嚇，佢話明確規定擁護香港基本法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，係對特區公職人員嘅法定要求同條件，亦都係參選或者出任該公職人士嘅根本義務和責任。條例為公職人員嘅宣誓首次定出非常明確嘅法定標準，為維護愛國者治港嘅原則踏出一步。好啦，咁於是咧，區議會就職必須作出宣誓嘅規定啊。明確宣誓要求統一監誓人的安排，完善處理違反誓言的情況的機制，同埋相關情況底下咧，喺公共選舉加入一啲參選的限制等等，就是呢條法例嗰個精神啦。嗱，喺呢一個之前，區議會作為諮詢機構，議員就職不需要宣誓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區。2019年嗰次選舉，民主派大勝，控制17個區議會。喺惡法輪譯底下，特區專權政府輸打贏要。除咗新選舉法裏邊取消區議會推選特首嘅選舉委員會117個席位，另外喺立法會功能組別區議會議嘅5個席位都要取消。跟住要通過呢個宣誓擁護同埋效忠，將部分或者絕大部分嘅民主派掃地出門。今時今日，大家咪睇到呢一個情況咯啊！所以我哋再睇下其他啲數據。而家即係其實民政事務局咧，即係喺即係上一個月7日就已經公布有211個現任區議員需要宣誓嘅啊。咁就分4批進行，咁啊港島區咧就宣誓完咗啦，咁啊 DQ 咗7件，九龍城區咧咁就上個禮拜五啊就宣誓，咁啊琴日咧宣布就 DQ 咗10個啊，咁呢個就係17個俾人 DQ， 但係實際上而家你知唔知個區議會剩翻幾多人咧？經過再兩輪宣誓，跟住 DQ 一紮之後，嗰個區議會分分鐘就係剩翻幾十人，100個都唔夠喎。喂，呢個就真係，喂，佢何止係改變個選舉結果啫？你不如就成個區議會取消佢啦，大佬！即係喺2019年11月24日選出嚟嘅區議會，全部當選無效，包括啲建制派，係嘛？幾樣衰嚟噶，係嘛？嗱，我頭先我都幫佢講一大堆，嗱有法律嘅嚇，有呢個即係宣誓嘅相關法律嘅係嘛，就係咁，但係佢又要整個即係負面清單喎，法律還法律喎，仲要整一個負面清單俾你嘆喎，係咪？嗱，我哋睇翻啲數字咧，即係你就睇到而家真係呢一個區議會剩落嚟，即係2019年11月24日產生嘅區議會剩落嚟有幾多人？嗱，2021年7月咁即係其實嗰個修例咧係三月，應該係我頭先講係2021年3月隊去立法會呢一個睇先，我睇翻嗰個時間，2021年OK， 因為我唔好搞錯，係3月17日，咁啊5月20日咧就先至呢個5月20日先至正式成為法律，但是
在2021年7月就即已經有很多區議員就辭職，先有23個，第一批是23個。嗱，呢23個辭職的人咧，就佢無意遵從，喂，到時即係話你要宣誓嘅嗰、那個，即係可能嗰、個誓詞啦，佢覺得佢唔會遵從嘅咁啊，咁就喺嗰個條例生效之前咧，就自己已經即係我頭先講嗰條法例生效之前都未到宣誓，就已經係辭職啦。咁另外有一批咧，嗱嗰度咧有23名嘅第一批。第二批咧就係、因為民主派嗰個35+初選，跟住呢個國安處大搜捕，咪拉咗幾十個民主派嘅人，咁其中有11個區議員咧，包括范國威、林卓廷啊，呢啲都係做過立法會議員嘅啊，李嘉達、譚海邦、梁房維、黃伯宇、尹兆堅、徐子健、鍾錦麟、張可心、伍偉健，總共11個人咧，就因為即係覺得自己會長期還押候審，冇辦法繼續履行議員嘅職務，自行辭職。即係話呢11個咧就係拋緊嘅，就係因為呢一個參加民主派35+初選，被指控違反港區國安法，顛覆國家政權罪，係嘛？候審喺荔枝角拘留所拋緊，同埋還押，咁啊覺得佢冇辦法，我都唔知道究竟喂幾時先可以出得嚟。是吗？到时定了罪有坐监，根本就即其实按照法律你都没办法履行职务的。那这班呢就自行辞职，就是因为你失去自由。好了，另外有一批很多人的217个人。这一批呢就是说他们觉得、政府可能会追讨不符合宣誓资格的人上任之后所有的薪津。那你2019年上任，你到今日被人 DQ， 咁你計下條數，喂，2019年嘅11月，咁啊，咁啊，應該係就任嘅日期應該係幾時咧？應該係2020年年頭咧，係咪年頭咧？我唔記得啦。喂，到而家講緊係年幾喎？咁你追翻我啲薪水同埋嗰啲營運津貼，咁啊講親都以100萬計數，咁啊好大鑊，咁又有217個咧就辭職。當然他們覺得他宣誓無效被取消資格的機會高，他才辭職嘛，是吧？那為什麼他會覺得他自己會宣誓無效被 DQ 呢？就因為他過去所做的事，是吧？那他認為今次呢就是政府找個藉口來 DQ 他們的，那與其被他 DQ， 宣誓後被他 DQ， 不如我自己 DQ 自己，是吧？217個，咁仲有其他嗰啲就其他理由嘅咧，嗰、那個數量就、比較少啦，係咪？咁跟住就係頭先我講嗰17個啦，啊，就政府裁定你宣誓無效嗰17個啦，啊，港島區同埋九龍城區。嗱，我哋將呢啲咁嘅數據即係攞出嚟講，就只係想話俾大家聽，你而家繼續去參加宣誓嘅呢啲民主派人士，你真係諗清楚。是吧？你還有懵博嗎？那為什麼前面有200多人會辭職呢？是吧？還有一些流亡，是吧？還沒計算那些，是吧？整個局就是這樣的嘛，由一個原本你們大家覺得、循序漸進，按照一國兩制、高度自治、政制發展循序漸進，是吧？區議會現在委任的議員即是當然就沒有了，那就只有些當然的區議員，是吧？那20多個那都是新界佬，是吧？那是不是一個循序漸進，漸進得慢而已，是吧？那你去參選都有個道理啊。你老尾而家你睇下，系咪咁嘅局？你逃紧身，你仲要发梦？你以为你唔会俾人 DQ？ 系咪？即系老实讲，如果你冇俾人 DQ， 系咪？甚至乎你将来即系唔系将来咧，嚟紧嘅12月，你可以参加呢个立法会选举嘅话，屌你咩？你仲你一定系鬼啦，大佬！呢、這个已经嗱。我就不喜歡說人是鬼的，我又不喜歡好像劉世良這些家產喜歡捉鬼，是吧？個個都說鬼，屌你，只是他是人，他當然是人，你老母現在在加拿大
啊，温哥华同成班鬼啊变人，屌你咪喺度啊，即系日日喺度指点江山，系咪？跟住就啊大把人货金俾你，咁啊肚满肠肥，屌你老味真系，系咪？你挨过咩啫？系咪？你陶根生仲系咁样谂嘅话，咁你屌你真系，老实讲，而家呢次 DQ 你，冇可能跟住立法会唔 DQ 你个参选资格噶嘛，系嘛？咁你政府咪自己冚自己啊？系咪先？有乜可能先？系咪？即系你已经系表现出嗱，已经大家已经喺度估啦嘛，屌唔告你喎、啊，系咪？你啲党友全部而家都啊，身陷囹圄喎，系咪？系唔告你喎、啊？所以土，你假地都是一個律師，你收工啦，啱唔啱先？呢啲係叫自取其辱，係咪？而家香港咁嘅形勢，你成個民主派區係而家係消滅你啊嘛，大佬！咁你仲唔清楚係咪？你民主黨仲要將嗰個所謂參選嘅嗰、那個即係、就是、決定交俾呢一個即係、就是、由會員大會交俾呢個中央委員會去決定，係咪？你仲係有幻想係咪？咁你咪俾李華明退黨去選咯，係咪啊？佢話要退黨啊嘛，俾呢啲契弟去選咯。咁咪大家咪壁壘分明，好清楚噶啦嘛。然後當到時十二月嗰個立法會選舉有呢啲所謂非建制派人士係咪？咁呢啲咪就湯家華，湯家華都係建制派啦，屌你啦咩？係咪？有呢啲狄志遠啊、李華明啊，係咪？咁啊馮偉剛啊都得㗎，係咪先？咪全部你班會點？屌你咪一家團聚咯！你民主派的叛徒即係會點，包括張炳良，張炳良呢個教授，呢、這個冚家產，最近喺明報寫篇文，為而家香港呢個新嘅政治局面塗脂抹粉。屌你啦！咪真係讀咁撚多書，係咪？香港同埋你啲黨舊陣時嘅啲同志啲黨友，而家咁即係咁嘅下場，包括何俊仁。何俊仁咧，仁哥，我同佢政見梗係唔同啦！屌你乜，自從2010年到而家11年，未見過面，未通過電話，未傾過偈，包括喺立法會做同事，即係喺2010年之後，根本大家都冇交集之處，係咪？因為佢當我殺父仇人，係咪？但係佢係唔應該咁樣俾人拉去坐監噶嘛？係咪？屌你乜，你張炳良又做過民主黨副主席，係咪？你真係你個人格點同阿仁哥比啊？你話俾我聽，做個局長添啦，係嘛？運防局局長啦，而家繼續做 chair professor， 屌你乜仲要指點江山？收工啦你，係咪？即係仲要啲學者，屌你費盡心思啊，用啲理論啊，即係嗰啲學術嘅觀點啊，所謂屌你咪喺度包裝啊！香港仲係即係前途光明嘅，屌你咪而家你啲人從政嘅人要點樣點樣點樣？你睇翻嗰篇文啦，屌你咪真係唔係人寫嘅文嚟嘅，屌你！所以啲學者嘅文多半都係好難睇嘅，我話俾你聽，唔係好似我哋嗰啲直不甩嘅，係咪？呢啲係咪垃圾咧？即係你同劉少佳冇乜分別嘅，其實係。你民主黨的大佬，係咪？會點啊？休息一陣。